从此以后，我就成了草花王身体的一部分。就是因为人类发明了骨粉，疯狂榨取花朵和植物。这个仔，小花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不用这些骨粉了。天明，小心！那骨头是草花王没完全消化的骷髅弓箭手。什么？天明，伤得好重，别死啊！说话啊，天明。我要忍着疼，不然的话会引来巡山史莱姆的。可恶的弓箭手，看招！飞燕快刀。完了，还有好多骷髅射手，巡山史莱姆也被吸引过来了。小花，你去吧，我来引开他们。反正我们人类就算死了，也可以重新复活。不行，这里是异次元位的，你复活不了。偏偏，我的花瓣能治好你的伤，快走。可是你只剩最后一个花瓣了。只剩最后一个花瓣了，我会用它吸引怪物。你趁机离开这里。小花，谢谢你，怎么感觉肚子有点痛啊？